以上两个神器哪个可以打死十阶巨人？当然，这次的规则是用被动技能打死十阶巨人。首先来看一下号角神器，就是雷龙的大脚往下踩，此处我们加速100倍。算了，挑战失败，即使用主动技能也无法打死他，而且这个雷龙还有概率踩不中他。然后就是穿天猴神器，我们看一看被动技能能不能把他给炸死。如果是炸普通十阶小僵尸的话，是可以炸死的哦。好吧，居然也打不死。最后我试着放了一下主动技能，没想到直接秒杀，这是什么原理呢？拜拜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点赞关注评论。